士，北博士，永远永远，怎么样？一定要记住我们。我相信所有的小朋友们到了大班，你们在超群学到了你们的知识，还有礼貌，还有属于你们自己的一技之长，所以你们带着这些才能前进下一个关卡，进入小学，进入一个新的旅程。我们永远永远